什么叫属死的知识？就是他们根据摩西的旧约律法，十守律法，上帝给他们经历，他们没有领悟，上帝给他们真的生命的教导，他们没有领悟。有一天有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啊，我们的法律这么多，要守哪一条呢？他们把摩西的十诫发展到613条，248条是积极的，365条是 negative。 我们要怎么守这么多律法？耶稣帮助他们把这么多的律法总结只有2条，对不对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对不对？其次，爱人如己。律法的总纲就是爱。